以下节目是由汉普生命科技公司特约播映。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商界纵横，我是 Mina 李世平。农历新年快到了，那大家在农历新年呢，除了就是希望万事如意之外呢，也当然最希望的就是有健康的体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与大家探讨这个养生保健，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汉普生命科技公司总经理 Nina Wen。 Nina 你好。你好 Mina， 你好。哎，那农历新年快到了，那我首先跟你恭喜发财。拜年拜年，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那说起这个新年了，那大家呢，那您是这个推这个养生保健的产品，那当然呢最重要呢就是身体健康了。对啊，那您今天又有什么好消息带给大家呢？是，那我就先说一下优惠吧哈，每次我们都把优惠放在特别靠后才说。那今天带给湾区的朋友呢，是我们最新最新的，大家在屏幕上看到，就是喷雾套装的 CBD 加上两支营养素，原价是210块钱的，今天给湾区朋友带来的优惠是现价180块钱，而且不限制名额。如果买两套呢，加送一支营养素，营养素一支的价格就是25块，买三套我们就送两支。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我们特别的 ATP 的组合，就是有 CBD 加上 ATP 这一支的组合，这个营养素的组合呢，原价是230，今天只要190块钱，也是买的多送的多，请湾区的朋友赶快抓紧看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888-789-1670。那农历新年去拜年的话呢，就大家不妨呢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不一定要送那个水果啊，送果篮呢、啊、送其他的，还不如考虑一下送一下这个名贵的产品，这个健身保健产品。那这个电话号码呢是888-789-1670。那 Nina 这边了，你们之前呢有推出这个就是低的这个汗麻油哈，那现在呢是汗麻油的喷雾装，这两者到底分别在哪里呢？好，我们之前的这个汗麻油其实在这个效果市场上反应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这个 CBD 的独特的成分呢，它对于调理人体的这个神经系统，然后包括睡眠问题啊、炎症疼痛啊、免疫力啊、包括焦虑啊等等这样的问题都非常非常的显著了。那你知道我老板是这个中文投资网在华人当中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帮助很多华人朋友在理财方面、投资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是他旗下的一个全资的子公司，因为我们总公司是上市公司，大家都知道了。那他投资人的眼光一定是比我们要锐利的多，所以他选中这个产品的目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这支 CBD 的喷雾，大家看到这支绿色的全植物的，它是全植物萃取的这个 CBD 呢，效果比我们之前的那个汗麻油就是液体状的呢，效果就要更强。液体的我们平常的滴量呢是一天一滴管的话呢，你才能够吸收到1毫克的 CBD， 但是这个呢，我们每天是在嘴的脸颊的内侧一边喷4下，就是一天是8下嘛，这个吸收量呢是16毫克的 CBD， 效果就更强了。哦，所以是以前的这个16倍，16倍哎，对对，那真的这个效果是差很多哎，真的，所以价格也是，因为很多人有这个提议，就是说为什么价格贵了很多，对，所以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嘛，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么样。那您刚刚有提到了 CBD 的效果呢，就是可以抵抗这个焦虑和那个忧虑，因为现代人很多时候压力很大，对，这个麻烦您来介绍一下这个汗麻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个降低这个焦虑还有忧虑呢？对，能够让你稍微的情绪稍微能够吻合一些哈。这个 CBD 的主要作用呢，它是透过人体的这个神经系统作用于你的人体的各个部位，所以呢会让你慢慢慢慢的调理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比如说我们这么讲个比方哈，就是说人，你看到有些人，你的人周围的人吧，有些人经常会感到非常的疲惫，然后容易感冒，然后做事没有精神，这些呢其实哈都是你体内的很多的机能在退化的过程，说白了就是免疫力低下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 CBD 这方面对人体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您刚刚有提到这个免疫力了，因为这个除了 CBD， 你们套装里面有三瓶了，对，那另外呢，就是还加上这个营养素呢，可以有这个免疫力的效果，对，这个麻烦您来介绍一下。好的，其实免疫力呢，大家都觉得这个概念特别的笼统哈，那我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医学的专家的团队呢，给出这么一个建议，就是说人的免疫力低下呢，你就会容易生病，人一生病呢，就会带来一些疼痛、炎症，然后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于免疫力的问题，免疫力低下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甚至有些人到最后有些癌症。其实癌细胞呢，我们的专家是说，癌细胞在我们每个人身体内部都有，只不过你发作和不发作。那 CBD 作用于你的身体的神经系统，就会抑制你的癌细胞的一个发作，所以呢，让你的免疫力不断的增加。人的免疫力好了，你精神就好，工作就有精神啊，白天也精力旺盛，晚上睡眠也非常好，你也不容易得一些流行的疾病，所以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提高人体的免疫力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再者呢，我们这个喷雾型呢，因为它是透过口腔黏膜系统吸收的，90%以上全部能够直接进入到血液，那效果呢就更加显著。这是一个最新的保健品的一个科技的一个领先的一个时代了，所以呢，请大家呢，尤其在这个春节之前哈，送礼不如送健康，什么都没有，健康最重要。所以我觉得大家赶快选择我们的这个 CBD 加上营养素的套装，原价是210块钱，今天只要180块钱，那买的多就送的多。另外如果买两盒的话呢，就有送这个一瓶的这个营养素，是，然后买三盒的话就送两瓶的营养素，所以营养素呢就不光是这个一套本来就有三罐，然后加上这个送的话呢，那可能就是有4罐了，对对对，怎么样？那大家呢就记得呢，就是打这个电话号码1888-789-1670。那您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免疫力了，那免疫力上升的话呢，其实真的就是感染疾病或者甚至很简单的像感冒啊，这种也会比较少，是吗？所以有时候还是防患于未然。对，就是免疫力就是让你抵抗外界的一些所有的病菌的侵害。侵犯就是你自己不容易生病，然后你看起来会非常有精神。所以在今天这个春节之前呢，我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身体健康，大家都说恭喜发财，其实我们最应该说的健康平安快乐是最重要的。没错，那麻烦您再一次介绍你们的这个热线号码。好的，我们热线电话呢就在屏幕下方，那观众朋友赶快拿起笔和纸记好了，1888-789-1670，赶快打我们的这支热线电话。而且我们的套装组呢，医生还会根据你不同的需要给你不同的配方。对，那刚刚呢就是提到呢，除了免疫力之外呢，其他呢还可以降低这个忧虑了、焦虑了，而且对睡眠呢也会有帮助。那原价呢是210，现在特价180，大家呢就记得打这个电话号码1888-789-1670。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见。